为期一个月的阿里山樱花季在今天正式登场了，而来到这里的不能错过去看樱王。3、2、1，粉白色的樱花绽放枝头，迎风摇曳。民众拿出手机脚架，在樱花树下摆出各种 pose， 将美丽的花影化作最美的回忆留念。4:30就起床了，对，因为有管子，棒，很棒啊。怎么说？因为这樱花其实跟外面看的不一样，因为这边是白色，一般我们在街道上面都是看到粉色的。我们跋山涉水才看得到，我们辛苦过后才看得到的樱花就是最美丽的。一群年轻朋友在樱王前开心合影，即使半夜4、5点就得起床爬山，但能看到樱花美景，一切都值得。看这花开的呢，真水啊！也有的民众为了要拜拜，凌晨3点就从台南出发，开车顺道前来赏樱。为期一个月的嘉义县阿里山樱花季，3月10号登场，一大早就出现不少游客。接下来的10天是最好的赏花期，樱花盛放，花况极佳。樱王染井及野樱，较往年开得更早也更美。今年因为那个盛樱现象哈，今年提早了开花10天左右，樱王就盛开。为了因应众多的赏樱人潮，樱花季期间每个周末以及清明连假，早上6点到11点，现场将会实施交通管制，进行小型车提醒民众需要改搭疏运车才能上山欣赏漫山遍野的樱花。记者苏怡婷、张俊荣嘉义报道。